OK， 来大厨。先拿这，因为我要剪另外一个。对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嗯、这要喝下去。这个叫做互补，什么叫做大厨跟二厨？对，因为大厨有一个很好的手艺，是，所以说二厨的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把剪开，肩胛骨那边开始按，没有，在那个脊椎的一旁边那个肌肉，对，坐骨神经，我觉得这只鸡坐骨神经有问题，真的吗？我说按摩一下，我们先把它打开。诺，诺。这鸡哪里来？你知道吗？哪里来？安永鲜物。安永鲜物哦。的主等的苏北鸡胸肉。这叫。那个文信找你。那个文信来，过来这边。这里火很大。等一下。快一点。旁边。特别。按东风。不用不用。不要再放不要。哎呦。那为什么他们说有问题？